你好，欢迎使用雷博 RTV， 它将让您的电视变成您的无线家庭娱乐中心。您的 RTV 分为主机和遥控器两大部分。首先，请将遥控器的接收器插入主机的 USB 口，并且打开遥控器背后的开关，并通过 HDMI 端口与您的电视相连接，然后将主机通电，并确保 RATV 处于 WiFi 环境之下。之后，请拿起 RATV 特有的多点触控遥控器，它将让您的操作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、智能。您的遥控器分为触控区、快速滚动条、菜单键和返回键四个部分，您的所有操作都只需要通过手指上下左右滑动进行选择，点击即可确认。而当您使用双指并列往上或往下滑动，则可以增减音量；双指相互远离或靠近滑动，则可以放大或缩小画面。当 RATV 接入电视之后，首先需要您对 RATV 进行简单的设置，接入无线网、密码。当设置全部完成后，您将看到 RATV 全球首创的针对智能电视、基于安卓系统深度优化定制的多点触控操作系统 RAUI。 您将可以通过它观看新闻、视频、音乐。如果 RATV 提供的丰富功能还不能让您满意的话，您还可以通过应用菜单进入 RStore， 通过网络智能下载您感兴趣的应用。包罗万象的丰富应用将为您与家人的娱乐时光带来无尽欢乐。 RATV 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多屏分享的功能，无论您使用的是手机还是平板电脑，安卓系统还是 iOS， 只要您在终端上下载并使用 RATV 分享软件，您就可以通过分享中心将您终端上的图片、音乐、视频推送到电视上，让一切快乐随时分享。除此之外， RATV 还向您提供全面的外接设备扩展功能，通过主机上的 USB 接口，您可以将鼠标、键盘和 U 盘等设备与 RATV 随时连接，让您的使用更加便捷。如果您对 RATV 的使用还有任何的疑问，请查阅说明书，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。接下来，请进入绚丽多彩的新电视生活。